里斯本其中一条最出名的河流就叫做泰加斯河。你话试幻想下，喺啲咁靓嘅天气啊，喺度散下步，其实都几惬意噶。贝伦塔是昔日守护泰加斯河的地方，在以前非常蓬勃的时候，所有的航海家都是由泰加斯河出到去大西洋的。十五世纪的航海辉煌时期令到很多葡萄牙人都感到非常自豪和非常怀念的。当时阿亨利王子亦都为葡萄牙开拓了很多新的航海线路。现在等我带大家在泰加斯河走入葡萄牙人的辉煌的黄金时期。从高空咁样望落去，先至睇到纪念碑外形似足一艘大船啦。呢一间咁华丽嘅建筑物系吉隆尼摩斯修道院，以精致嘅雕刻闻名世界。克鲁斯王宫被誉为系葡萄牙嘅凡尔赛宫，等我参观一下先。今日见我着得咁官仔骨骨啦，就梗系要带大家参观一下城堡啊、皇宫咁噶啦。克鲁斯王宫被誉为是欧洲最伟大的洛可可式建筑之一，以前它就是国王的屋企，咁后屘就改建成为非常之富丽堂皇的宫殿。咁而家我哋的位置咧就系喺入口处的呢一度。咁依家咧等我带大家去参观埋音乐室同埋宴会厅啦。皇宫由中央部分同埋左右两翼组成啦，俾人一种非常之汪嘅感觉。而且咧，內部裝潢咧，帶俾人一種啦皇室人員嘅貴族氣派同埋佢嘅與別不同啊！呢一間咧，其實就係皇宮嘅 dining room 啦。咁等皇帝啦同埋皇室人員食飯嘅時候咧，都係可以欣賞到音樂嘅氛圍嘅。皇宫被誉为是葡萄牙的凡尔赛宫，除了有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之外，还会有这些蓝白色的瓷砖，都一样充满葡式风格的。现在他们就教我他如何跳这个葡萄牙皇室人员跳的舞蹈。 OK, okay. On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It's not easy. 我哋会参观市内名胜，先欣赏由十二个尖塔组成嘅黄金塔，之后就会睇下美艳动人嘅卡门像，同埋塞维尔大教堂。佢系全球最大嘅哥德式教堂，入面仲摆放咗哥伦布嘅陵墓，为咗表扬佢当年发现新大陆嘅功劳，特别打造西班牙四个国王像嚟供奉哥伦布。教堂墙壁亦挂了著名画家戈耶的作品。西班牙有很多大型广场和公园，而建于1929年的西维尔西班牙广场，因为主塔和副塔的建筑外形美观，连一砖一瓦都充满西班牙气息，所以被誉为全国最漂亮的广场。广场内有一条水道，大家可以坐在艇上面慢慢欣赏清幽的环境，再不是坐上马车欣赏小桥流水，都不知几惬意啊。 Flamingo 是西班牙的国技，在餐厅一边吃晚餐一边欣赏台上 dancer 表演，现场气氛真的很热烈的。有小英国之称的直布罗陀是西班牙最南部沿岸的一个半岛，由于三面环海，所以风浪都特别大。沿山路上山顶就会去到圣米高棕榈石洞，欣赏形态特别的棕榈石，真是大开眼界啊！而门口还会见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姆美猴迎接大家。下一站就会来到太阳海岸的白色山城，眼前一大片土地全部都是红顶白墙的房屋，在另一边还可以见到整个地中海，这里风景这么漂亮，当然要拍多几张照片。西班牙除了斗牛出名之外，其实它的皮具都非常著名的，好像来到白色山城这里随处都可以见到卖皮具的地方，好像卖皮鞋或者皮手袋，这些价钱都非常实惠的。城入面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精品，每一样都充满西班牙嘅色彩噶。哥多华清真寺除咗有嚟自世界唔同古城嘅石柱之外，另一大特色就系呢一道赎罪门啦。据讲话，只要穿过呢一道门，就可以赦免你嘅罪啊！
走入庄严宏伟的清真寺，会见到很多富有宗教色彩的建筑，好像以白色为主的天花，加上墙壁上细腻的雕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而教堂入面亦都摆放了很多宗教的艺术品给大家慢慢欣赏。哥多华的犹太区两旁都兴建了很多白色墙壁的房屋，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杜丽多古城曾经成为西班牙的首都。来到太阳门广场市政厅的门口，就是国土中心的零距离，去埋全西班牙最大的斗牛场。等我和这个斗牛勇士像走回个礼先，之后就会去表扬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建成的纪念碑，坐在海边看下风景都不知几爽啊。终于来到人生必到五十个城市之一巴塞隆拿，而高迪的圣家堂大教堂更加是镇城之宝啊。这座建于1882年的教堂起了差不多有200年都还未起好，真是慢工出细货啊。Hello, is Fatima very important to Portugal? Oh yeah,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s a place of praying for God. Carol 就話啦，呢一個地方啦，就係咧對於葡萄牙人嚟講咧好重要噶，因為咧好多信眾咧每日都會嚟呢一度咧去朝拜噶啦。So, how many percentage of Portugal is Catholic?Oh, almost 95% of people. 95% of people. Yes, so, 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there? Well, they are praying and they are paying for their promises. Okay. 唔怪之咧，嗰边咧咁多人咧，而家过去睇下啦。呢一间细细间嘅教堂，每一日都有好多信众嚟到祈祷同埋许愿噶。Carlos, does any miracle things happen here? Oh yeah, this is the place, Saint Mont.顯靈，連教父都識講廣東話，我都相信呢一個地方聖母係嚟過顯靈噶。卡卡是里斯本以西30公里以外嘅一個城鎮啦，仲係葡萄牙第三大嘅城市。以前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優美嘅小漁村啦，好多葡萄牙嘅國王咧都中意嚟呢一度避暑度假。到咗近年啦，仲發展成為一個高級嘅旅遊勝地，好似賭場啊、高級食肆等等嘅娛樂設施咧，都非常之齊備。咁嚟到呢一個咁優美嘅海灣，冇理由自己一個咁悶噶嘛。Hi 小姐，上唔上面同我去沙灘漫步一下？拜拜。葡萄牙呢一個咁舒服嘅國家啦，的確係非常之適合去旅遊噶。咁而且咧，佢亦都充滿咗好多呢一啲咁嘅異國風情嘅小鎮啦。Ovidus 就係其中一個啦。而呢一啲咁嘅鵝卵石嘅地板啦，以及係呢一啲啊掃上黃色又或者係藍色油漆嘅房屋咧，都係非常之充滿呢一個葡萄牙風情噶。依家咧，等我咧帶大家去參觀一下當地非常之著名嘅手工藝啦。呢一啲咁靚嘅陶瓷手工藝咧，就係當地非常之出名。Hello, nice to meet you.呢一位咧就係呢一度非常之著名嘅陶瓷工匠啦。咁大家眼見嘅呢一啲全部工藝品咧，全部都係佢親手做噶。喂，呢度咧有啲好嘢試喎，係一啲 cherry 做嘅酒。Okay, let's try this. Okay. Okay. Cheers. Cheers. 嗯，好甜喎個味道，好有呢一個 cherry 嘅 sweet 杯啦。嗯，好味喎！呢個朱古力加埋啲酒個香咧，好特別啊！